等等，咱俩干啥都不累啊？把我踢到后脚噻！哎呀，我给你踢嘛，你老早就回来了，还我给你踢一下。哎呀！老骨头，那准备吃饭了。呵呵呵呵呵。老骨头，麻烦你把茶递给我下嘛。 你这边有个是刷钱，人家不就是剃下骨头嘛？你是来刷钱？我这剃得出来。嘿嘿嘿，不好意思。好萌的，又到我这儿山上的时候了。剃到这儿山上的话，就是快过年了。朋友们，这都是说这个二刀啥子？这个就是用来做腊肉的，这个。管它多少，这是一个二刀，这儿的，肥瘦合适。 皮肤的恁高的，只有这两刀，然后这个明天就要不得了，这个明天要掏成了。我还是擅长用我的刀。人家黑豆庄山上的这个肉不腥，我就要把它洗下来装。再就是这半边肉，这半边肉我就装一个味道，装麻辣的就行了。管我的下次装。嘿，这去！哎呦，肉都脱出来了。有割豆腐的感觉没得？ 头发都是跟割豆腐一样，是这就是你喜欢做饭的原因。你看看切得好，丝滑不滑？我要喜欢做饭。你不喜欢做饭，你看你切得好标准嘛，好丝滑嘛。那不是因为你不准，你要是会做的话，我为啥好喜欢做饭噶？看这一盘，尝尝白萝卜呀，你看，亮晃晃的。再把肉再浇起，这个小的浇肉姐比那大的更实用。这下称下肉的重量。 好配料，搿没有？三十八卷差几点？好，我这个装的要稍微肥一点儿。盐巴、白糖、胡椒、鸡精、味精、花椒、海椒，这还要把这个调料和转。有吗？嗯。到了。到啊。来了。然后烧。 来，剩点料。再把这料这些抓拌均匀过后，就开始抓了。我说这点香肠糟得很。早点吃起走噻。我说你咋黑了，糟得很。哦。一年一度抓香肠的季节到了，我最喜欢的就是抓香肠这一个。 这个步骤，这要开始酒气，给它排下气了，像这种有空气的要把它排了，要把它窗帘挂起下来了。老陈。 装起来就红起来啊！香肠，香肠本回来呀？那不能把它煮来尝一下噻？这，啊，哦，我这一次装的要肥一点儿。你拿两根那个管，我这来煮嘛。这在屋头装的还是要用点热水洗下的。这次没装管我的，就煮两根都卖这个管我的在里头。每次煮香肠都要一人煮点儿。 他愿意吃辣的就吃辣的，不愿意吃辣的就吃这个光棍儿。冷水下锅煮起，煮个30分钟，再煮好了，把它粘出来。光棍儿的这是，这就是肠衣的大小高头，有些肠衣粗的点儿，那装出来的肠肠儿要大一点儿。先把这个光棍儿的切了。包里去，进来哈，要把那个白菜叶儿留在那头煮起哈，弄点汤啊。一哈嘛。啊。 哎，盆盆都准备乖了，煮好就舀出来，盐都不晓得加得了，我加过来的。从仔细装的麻辣香肠，我先尝一块看。嗯，不用我来快。来嘛。哎呀，要不恁多。你要是在菜边高头，那是最香的。连我小的哈儿子收到了菜边的话，啥子都想起好凉快。还有光棍儿的，有麻辣味儿的。嗯。麻辣味儿，就是我那天装的个。哦。 光棍儿是我买的那个，那天没装的，有光棍儿的，等两天装。你咋子整斯文呀？没有，我就是。
那天晚上有人都是了。没有我吧，很少。要是头发想一想，我都指着看。你按北头，我先走。哦，是可以控制的好了。晚上不吃冷包。你不吃冷包，你不要半夜三更的，又喊我去给你煮荷包蛋的小孩，我跟你说。俺以前最想吃的就这种豆蛋。我是不是切薄荷呀？薄荷是。应该给你切薄荷噶。嗯。最近那是蛮好吃。那肯定是啊，你像那有些炒回锅肉炒出来烧烤味儿噶，主要是这些真的那有成就感。你晓不晓得啥子意思？烧烤肉啥子意思嘛？炒糊啊噻。认真一些事，你不要说。没说，其实都晓得。